好嘞，来，还这个一箱要了5箱42度地瓜干酒。五哥，后边那个大哥喝的就是这个酒吗？哎，对对，传闻上现在都喝这个，地瓜干42度的八珍酒。这个酒口感怎么样呀？这个口感入口甘甜绵软，不拉胖子胯下坐。111箱，这么4瓶，还给4个小黑娃。喜欢的视频的左下方去拍。